你啥时候能？每年春节跟家里通电话，家里人总是会问我，你啥时候能回家过年啊？我每次只能回答他们说，小家不圆，大家圆。这应该是很多兄弟都会碰到的问题。有些兄弟常处于危险之中，维稳、缉毒、打击非法武装势力，常有伤亡，苦不能说。有些兄弟直接置身交战区，遵守着必须遵守的不平等规则，承担着难以想象的压力，直至牺牲都不想叫敌人激发一击。这个世界从未和平，但由我们筑起的这座大国堡垒必将固若金汤。我们是共和国的武装，是守卫和平的力量。